大家早上好啊，这个身后的鸡已经喂好了啊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鸡蛋捡，有鸡蛋捡咱们捡下去，咱们忙完就要去县城一趟，这我老婆还有20来天就要生了，预产期这个月的24号啊，很是激动啊，还有20多天我又要当爸爸了，然后今天带我老婆去做一下产检，我嘛也要弄一点药，然后我小孩要复查一下，我小孩有鼻窦炎啊，没有鸡蛋鸡，现在下去，这些鸡估计没吃饱啊，不能让他们吃饱，吃饱了就天天趴在这边，都不活动了。现在鸡瘟院的活啊忙完了，回家带老婆去做产检，带我小孩去复查，这边生了，自己也要去看一下啊，我好一家人去医院了。我前两天买的那个药吃完了啊，再搞一点，再批发一点来。对，还要去搞他几斤。别人都是去县城购物，你去县城购药。去医院里面购药啊，增加医院里面的 GDP。拜拜。现在回家了，不要摸耳朵啊。这你拼的吗？还是妈妈拼的？看一下，这我小孩啊，特别喜欢玩积木啊。他有些时候可以拼出各种导弹啊、火箭啊、飞机啊，他都可以拼出来。这我女儿是个吃货哈，她可以不停的吃啊。怎么了？摔了一跤啊？你要小心点，爸爸看看，看一下你摔到哪里了。走路慢一点，知道吗？快点，爷爷把妹妹抱出去了，赶紧要等我妹妹来了，我妹妹也要去。可以可以，快点快点，咱们妹妹来了。骗子。好吧。走，好了。走了啊，走走走。挺好。在发呆呀？没有呀，我饿了。你就饿了？他早上没吃饭是吧？他早上吃了呀。他为什么早上没吃吗？坐好来，再去买一点给你吃哈。你坐过来，你坐那去干嘛？不要影响爸爸开车啊！你猜猜妈妈肚肚里面是妹妹还是弟弟啊？妹妹。是妹妹啊？你喜欢妹妹吗？那不喜欢，那你还说是妹妹？你不喜欢妈妈肚肚的妹妹啊？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不喜欢？老师，是我骗你的，我就喜欢妈妈肚子里的妹妹，我不喜欢早就生出来的妹妹。哦，你骗我呢？你喜欢妈妈肚肚里的妹妹，不喜欢早就生出来的妹妹啊？不喜欢小星星啊？你为什么不喜欢小星星呢？妹妹会抓你啊，她跟你玩的，两个小孩子天天在家打架，这哥哥会让着她，不打起她火来了，她不会揍她妹妹。我要看路上。现在已经到医院了哈，小子，还饿吗？还是好饿。还是好饿啊，然后爸爸买东西你吃哈。这我们这边的医院啊，又一栋大楼啊，做好了。这个肚子好像马上就要生了。有没有预感这一胎会提前？感觉应该会提前。赶紧请假。小李，啊。分瓶子没得，那些也没得。分瓶。在后面，不在前面。不在后面啊。现在小孩已经看好了呀，开了点药，医生说他还是有点那个腺样体肥大，有点发炎，现在我就要去做个产检了。现在看妈妈了啊，去里面做胎监了，然后我们俩坐在这边等妈妈，好不好？啊，笑一个，咦，这样笑啊。走吧。都做好了？就做了个胎监啊，下礼拜再来。下个礼拜又要来啊？现在到后期，各个人要听一下胎监。我说我宫缩，有时候会宫缩，假性宫缩，但是我宫缩的好厉害，就随时来。随时来啊！
随时生娃啊？发动了就会生吗？哦，那不是随时都有可能生？对呀、啊。那你搞得我很紧，你搞得我很紧张哎。你搞得我以后不敢出门了，天天守着你。你不要出远门，电话保持通畅。放心，不会，不会。没有信号的地方我不会去，远的地方也不会去。必须的。嗯。我这三胎生的快的。嗯。小 B 要睡着了。